姐，怎么着？这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呗，等于是上厕所似的。两个以后就又见了。大姑要走了，丽娜、娜娜。拜拜。两天后见。拜拜。这很匆忙。那你说姐，你就非得回来看，这回来之后真是。两天，两天以后咱就用了。我大姐姐回家跟服务员似的，啥也干。拜拜，那大姐姐拜，那姐姐拜。大姑，大姑，白夜喝了，丽娜。拜拜。嗯，好嘞，姐，那你们就一路平安吧，咱们五号就见了，三样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崔姐也来了。这学会我们中国的习俗了吧，媳妇儿？对，那个。哎呀呀。我听我们家车，谢谢你。娜娜都蒙圈了，为啥娜娜没有啊？嗯。哎呀，都给他抱懵了都。这个也抱懵了，你们俩在抱，好像哥们儿似的啊？腾腾、航航。那必须的。哎呀。来，该我了。这两个哥哥保护你以后哈。你妈，你别摔了啊！哎呀呦。行了，走吧，拜拜，两天后见吧，是啊，拜拜，好嘞，拜拜，这是我的包，我的包，走吧，啊，别出去了嘛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走吧。